阮小妹要去倒位行古顶感受这一个趣味呢，这里绝对是一个好选择。除了去古厝跋米古王看观光的野菜新以外，李阳文教基金会也要带领大家行古顶走访这里大桥。行这里大桥是这里的囡仔、这里人一世人的愿望。平常时咱嘛无封桥，为了要办这元宵提灯活动，所以咱有封大桥，所以欢迎各位咱的民众朋友作为来参加，难得的机会。我们送这个哈、这个嘛有限量的希望小朋友赶快来来参加我们游行，两张花票可以来换一个这个。李阳文教基金会今年邀请艺术家和当市场店家做了各种特色花灯，相当有创意。不过，公所说，金山古顶已经存无多要提免费的花灯，会当到新疆太平马那边。今年庙方存了6000个花灯，不过按照旧年经验，唔通想歪去。五点来领这灯篮吼，第6点的时阵来提灯篮采街由这个咱新疆出发开始行一连到这个七仔头托里宫永兴宫吃这个圆啊领这个摸彩券，今年同款准备6000个，发完就无法度啊。到西丽七条医院经营除了好生意外，包括两文教基金会含分奖拢有举办摸彩活动。分奖今年上大奖是电视机，因为明仔也是情人节，因此只要是男女朋友两人穿着同款的衫到分奖，庙方嘛赠送新皮的小礼物做纪念。记者李明安，昌报道。